Hello， 我是右化，欢迎回到我的枪法小教室。这期带来一个复古的文花基本枪嘉陵。动作其实蛮单纯的，首先亮枪，然后转枪颈挡45度，反推回来接反跳，再牵枪挡翻直，然后切枪上肩抬臂结束。配动速做一次，动作简单，不过组合起来感觉就蛮精妙的。而之所以叫嘉陵，据说是因为有个学姐叫嘉陵，而这个枪法是他创的。不过这段历史已经不可考了，只剩下这个枪法流传下来。OK， 就这样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你们也有什么特别的枪法吗？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吧。我是右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Thank you.